身为吃着面包长大的丹麦人，他却痴迷上中国的面条。人家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爱吃面呢？那我不吃面活不成吗？”什么样的新奇体验，让他一口气吃下20碗面？又是什么秘密计划，让所有人为之动容？我这生就是没有什么遗憾。外国人在中国，敬请关注：一碗面如何吸引汉斯爱上中国？